小学的时候课文里有一幅画，向日葵，牛顿，苹果掉地上了，苹果。弟弟不要加自己的额外的声音啊。蔬菜吗？水果。是。肯定是水果。是。听啊听啊听啊，我再吃一遍啊。桃子。是红色的吗？不是。听我的次数啊。真听不出来任何东西。五瓣儿啊。杨桃。对了。五个。水分足，然后五个角，厉害厉害厉害，好牛啊，好牛啊！因为它那个水分很足，然后它咬了五次，杨桃有五个角，水分又足。我很爱吃水果。不能说话了啊！这太难了。调味包。调味包，不是。是膨化食品吗？不是。不是。是坚果类吗？不是。拿杯子了。麦片。对了，耶，太有味。你好聪明。耶耶，哎呀，我都没有想到有人能猜到这个。